那过来甲镜头锁来去何必定？看这个大型国小，同款为着迎接小学一年的新生，伫咧学校甲家长会合作之下，设计一连串的迎新活动。就连六年的兄哥甲兄姐嘛真大心哦，讲出着这顶小弟小妹小校园，希望会当赶紧适应校园生活。开学咯！小一新生伫家长的陪同之下，正式展开校园生活。何必大英国小为着迎接这顶校园新森林，特别设计一连串的主题活动，来消除囡仔对气氛环境的不安。主父母节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温馨感人的活动当中呢，我们是配合了呢，帮让小朋友学习呢，帮长辈呢来穿袜子哈，这样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来让孩子去体验给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照顾我们的一个辛劳。好，那最后呢，活动呢，我们结合了就是呢，我们警察局的交通队来支援我们一个小朋友骑乘呢小哈雷机车来宣导交通安全。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小朋友每个人呢都要戴安全帽哈。那有过三关的方式，到铁路平交道之前要能够停看停，在红绿灯的时候呢，要能够遵守这个红绿灯的号志。那经过这个行人穿越道的时候呢，能够礼让行人哈，那两段式的一个左转，好像这样子的，让小朋友呢能够呢体验呢交通安全哈，这样子呢让孩子在新生入学的时候留下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所以星星看到六年级大哥哥大姐姐手走过聪明门甲庆贺门进入礼堂，除了校长以外，家长会长也特别出席开学典礼，欢迎大家家己大英国小这个大家庭。到是个优质的学校，我们在今年有将许多许多的公共设施，比如游戏区，还有我们在装订了那个学校的橱柜，还有我们整修的艺术馆，学校有很多的东西都一直在更新。然后吴校长带领的教育团队也是最优质。胡慧佳校长表示，今年小一新生的报道率大约八成，这次特别设计祝父母节庆祝活动，希望让囡仔知影感恩。另外，也特别跟交通队合作，借由让囡仔骑小哈雷体验活动，也是交通安全的知识，让小一新生会当快速适应校园生活。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采访报道。